第三题，若要用此装置作为自制温度计，此温度计较不适合测量何种温度范围？我们晓得一般温度计是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来测量温度，我们这里的液体是水，但是水有异常现象，在4度 C 的时候体积最小，密度最大，所以4度 C 以上水还是会热胀冷缩，但是4度 C 以下它却是热缩冷胀，所以如果测量的温度范围从0度 C 到达超过4度 C 的时候，它有一些会热胀冷缩，有一些会热缩冷胀，这样就不适合拿来测量温度。那么这里的选项 A 1到10度 C 就包含了0到4度 C 以及4度 C 以上，因此它不适合测量这个范围的温度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此温度计较不适合测量何种温度范围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1到10度 C。